哎，又见面了，太巧了，很巧。不是在等我吧？没有没有，真没有真没有，确实是巧。我还以为你等我呢。你才下班吗？嗯，对啊，我才下班。那个，哎，电梯来。别冷。你穿的太少了，能不冷吗？女孩子为了美。美。那个，今天你怎么可了？那个，你今天这身衣服比上一次我看到你那一身还漂亮。换个风格。嗯。你喜欢？哎呀，没那里。没事，我先那个。送回家。送你。那个，那个，你晚上吃饭了吗？我没吃饭呢。那你不？你呢？你吃饭了吗？我也没有。你不会做饭吗？那个。但是我太忙了，我有时候懒了，我就点外卖了。点外卖呀？那个，有时候我也点外卖。我走了。哎，那个，哎呀，夹手了。夹手了，快摁一下。那个，少吃点外卖。嗯、那个，没事。那个，少吃点外卖，对身体好，讲究那个荤素搭配。好。那个，走吧，我一会儿脚够夹的了。那个，回家。那个，拜拜。没有，这么开门这么快。嗯，那个点外卖了吗？没点呢，等你呢。等我点，咱俩一起吃啊。嗯，那走吧，那我进去呗。你就是进去啊？那不等我一起吃吗？你想吃啥，我给你点吗？我逗你玩呢。逗我呢？嗯，别动。这是铃铛啊。不是啊，就是一个装饰的链。我以为铃铛呢。我闻着一股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喝了。味道这么大吗？嗯，赶上的。咱俩想一起去呗。是吗？那个不介意进去，肯定。你给我送这个来。对，然后突然间感觉你现在眼神有点幽怨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没什么呀，就感觉你的眼神里好像就有点累了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俩一起。你不是后来给我送东西来的吗？对呀、啊、但是不赶上了吗？你一个人多没意思。你要陪我一起吗？对呀、啊。进来吧。那个，能不能就我妈跟我说了，主人先进，客人后进。嗯。那个，你先。你过呀。你先进呢，我来进呢，不礼貌。把门带上。嗯。